这个德云社呢是一个传统的班社式的文化公司，但是今天呢，我觉得咱们可以这样，我们也可以试一试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模式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董事会的第二个议题呢，就是要在副总之上选出一位 COO 来。COO，对，这公司里边有 CEO，有 COO，有 UFO，有 XO。没有那么些。这个所谓的 COO 指的是什么呢？COO 其实用简单的话来说，其实就是在这个首席运营官手下的这么一个大管家。比如说，就是比我身份低一点儿，在他身份又高一块，是这么一个身份。哎，在你们各位当中，包括栾云平，依然可以参与竞选。我们这样啊，待会儿挨个的做一下你们的述职报告，我们来听一听。看看你这个决心和你这个独特竞争的技术手段，根据你们十个人的发言呢，其中会有被淘汰的。按照比例来说呢，将会有三个人被淘汰，不参加 COO 的竞选。怎么淘汰这三个人，才是严格的按照我的喜好来决定的。哦，他说了算。谁愿意第一个来啊？好，我明白了。把头扎在那个文件夹里的孟鹤堂，这是一种暗示的方法，告诉我，吸引您注意呢。对，我一下就注意到了。我还没准备好。哦，那你推荐一个人吧。那就准备好的那个秦霄贤说吧。好，我们的当红小生啊，著名网红表演艺术家。哎，瞪瞪你那衣服，我觉得我非常有能力当这个大管家，还大管家 COO，sorry，他像是拿钥匙这个，客房部经理，你可能就是。我认为我非常能胜任这个 COO。Oh my god，非常好。我了解现在当今社会，现在年轻孩子都喜欢听点什么，喜欢看点什么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一定会带领。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啊！你想好你是怎样能把德云社带到一个新高度？我会怎么能带领大家进入新的高度？你坐下吧。哎，好嘞，难为你了，兄弟。上九七，来吧，不要假装写东西，以为我就这么放过你。他在画画。你那玩意儿有啥呀？你给大家伙看看你那画的啥？对，我画了一个周九良，还挺像。我看看，不好好开会，这瞎画什么呢？这儿也有个画家。咱这画的也不错呀，咱得知道画谁呀。谁让你画画呢？哎，咱这开会呢，咱这开会。这是我昨天画的，我带过来想送师傅。哎，你站在那个高碑身后罚站。把本儿把纸放下，哎，不许拿。我这不这么拿着。别画，你撂下啊！站他俩身后边，谁让你画画呢？画那么次，我们可以允许一个画的，不允许俩画的啊。说正事儿，比如说你要竞争高管 COO，高管时间紧，工作压力也大，对啊，比如说你能不能做到像栾云平那样，有事说事，板起脸来不怕得罪人？没有问题，就是这个表情管理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想法，就是 international 化一些，就是整个我有一个很好的 idea。你先把这 COO 给我们翻译翻译。COO 就是 company 哇哦哇哦，他也不知道和尚。这跟我那 Oh my God Oh my God 有啥区别？还都是现编的。以后不要看一些个电视剧了啊。好的，师傅，你得看一些日子新闻，调整一下。先坐下吧。好嘞，师傅啊。张鹤伦躲不了。哎呀，这个你如果作为公司的 COO 高管啊，你是怎么准备带领德云社上一个新高度啊？是不是要上市啊？并购啊？就这类话题，希望你谈一下。说书唱戏劝人方。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师傅，他写的也是这个。
哎，你看，那模仿您那字体，模仿我师傅的字体。哎呦，这个要是我当这个 CEO 啊 ，CEO， 你要当 CEO， 你就坐我这儿。不是，那个是待会儿再说，我先当 CEO。哎，我当 COO 啊，这个我觉得我的理念就是先继承传统，第二步就是创新，包装演员，让演员有发展，然后也更挣钱，这是我的方案，就是符合年轻人，毕竟将来听相声的也都是年轻人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我能当这个 COO， 因为算卦的说我行。算卦，你这事业都是找算卦的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吧，比如说啊，你现在已经当选了公司的 CEO 高管啊，今天晚上有一个跨国集团的演出商来找我们谈事儿来了，马上要出门的话呢，栾云平来电话了，说心情不好，好多师兄弟呢就抨击他，需要你去陪他喝酒，缓解一下内心的悲痛。这两件事摆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怎么处理？那先跟栾哥喝点酒，那我时间是冲突的啊，时间是冲突的。那我得先安排这个客户，我要考虑公司的集体利益。比如说到年终了，我们要分配一些奖金，你有没有一个有效的办法啊？奖金分配的既合理又合情，所有人都满足。奖金的这个分配就是多劳多得，努力的人必须要给他回报。这个说的对，你凭什么演的少挣那么多呢？对不对啊？嗯，行，请坐。啊，谢谢，谢谢 COO。CEO， 谢谢，憋着跟您换换。我这个位置可能要不保啊。曹鹤阳，哎啊啊，来，哦，到我了是吧？到你了啊。本人在德云社工作的年头也不少了，一直从事德云五队的副职工作，所以说我对稍微高层一点的工作我还是很有了解的。然后这次呢，既然竞选这个职位呢，我觉得首先来说自荐的话，一定要先做到栾哥这个程度。你也能像他一样拉下脸来说话吗？太能了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站起来，你看，站挺好的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，对我们关系一直能维持得非常的好。那个孟鹤堂，回来坐那儿去，去坐那儿去，坐那儿去。曹鹤阳，去站那儿冷静会儿去，回去。这实在是没见过观众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啊，这是我搭档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见谅见谅，各位见谅见谅。来吧，请丙队长述职吧。我还真写了一下，第一是我觉得先是提升这个业绩，每一个队呢都有队长，然后队长呢把自己的这个业绩呢每年定一下档，然后呢想给公司带来什么效益。第二呢，咱们应该做到一个 IP， 咱们作为德云社的一个 IP 来说，我觉得应该在衣食住行这三方面多多发展。弄成真事了哈。孟堂，哎，罚站去，很乐呢。没说你回来，一块儿。